不念书了吗？我事情关你屁事啊！自己高中毕业吗？你去好好照顾自己吧。离婚叫做我不会回来了。小孩还在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爸爸拜拜。他一直都在替我讨好别人，他既然想要保护我，想要对我好的话，那就不要那么早死啊！你前夫该不会有外遇吧？没有啊。那你有见过那个外遇对象吗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是进来找证据的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告死他。